哇，哎、欸，泰山，你现在这发型像漫画里面的那个人物哎，怪叔叔。为什么你头发这样？中秋节快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免俗的，要拍废片。没有，我今天带宅男泰山去逛一下那个宅男的天堂，因为刚好我们那个中秋节今年没办法烤肉。今年没办法烤肉。群聚啊，干！你要在那边装？不是啊，现在不是。你做什么效果？哦，是哦，没办法烤肉，看。啊，不能群聚啊，疫情这么严重。我干的，我是怕他妈。对啊，妈弄一个被毒死。我是有在快筛的人呢，不能烤肉嘛。那我们预算还是拿出来，所以今年要准备一个抽奖。好，我们这个抽奖就是针对跟我们买过车的老客户。好，不管你是十年前买的还是昨天刚买的，都可以参加抽奖。上片基本上应该抽完了，好不好？我有一个朋友刚好他开了一间那个算是玩具模型的店，刚好今天开幕。我昨天半夜突发奇想，我们就去突击一下，然后去选购看看有什么中秋节的礼品可以拿来当抽奖的礼物送给客户。这次我预计拿出这个十万的预算来做奖品。十万，好像还不错。哎、欸，我 PS5 买不到啦，我家有一台还没开的啦。怎样？不给你们拿？啊，糟了，热死了！看。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再車鍵館。買い車に食い縫い。得よ。干，为什么这个冷气？哦，是今天太热了。41度，现在外面好小啊，41度，你他妈烤饼干都烤好了。泰山，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是哪一出动漫？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暴走天使，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没看过？我没看过。好，这个啊，这是鬼灭的啊，这人是鬼灭啊，这人是鬼灭的。对啊。啊，好，我再考你。你看过没？鬼灭。啊，这个嘞？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欸，这上次我们来我们店里那台、欸。对啊。啊，这这个嘞？香崎新梨花。麻上摸摸，偶像大师吧，我不知道。偶像大师要是吧，偶像大师都唱出来了。啊，走了，我们去目的地了，走。哦，今天的歌都放这个哎。哦，今天的歌都放这种的。哦，要不要拿那个？来拿那个棒棒。对，有一个棒子啊。哦，他现在把一楼改成了玩具的。好，我们去采访一下，今天才第一天营运，走。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边看边看有没有抽奖的东西，对不对？你先不要拍啦，你来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啦，你到底懂不懂啊？我不知道带你来干嘛的啦。哎，这一楼全部都变成，这全部都他开的吗？不是啊，他是这个吧？他开，我才新人啊。哦，这是什么？这个你没看过吗？我看过。轮胎侠啊，前有个飞什么一，跟铁无敌铁金刚同系列的。哦，是哦，所以就这个哦。对啊，但这看起来好像很贵的样子哎。对不对？哎、欸，我发现要做一只这么大、等身大的公仔，其实很贵。你知道台智人有做一只，听说那一只一二十万。对啊。这个要一二十万。对啊，就是用那种树脂还是什么射出有的没的。我本来想要做一只我的，后来发现可能没办法。一二十万，你做九万二号药。硬的怎么用？硬的。这么硬怎么用？你不是也很硬？哦，哎、欸。买那只要不要？神龙哦，哦，你看，泰山有兴趣的，马上冲去。那你要问，问他有没有那个啊？问他有没有那个啊？刚好放六颗、七颗你做的那个啊，奥利龙球啊。哦，这是翻赏的，这要用抽的。这个是去年的最后生日。哦，是哦。今年十二月会有一只，也是最后生日，但是红色的。红色的。对，红色的。哎、欸，那边有一只哎，为什么要蓝色的？既然都来，来包一番赏要不要？就是包整个包下来啊。没带钱，可以刷卡吧？没带钱领啊。泰山有没有带卡？啊，干，我看那样子，什么小都没带。他妈，他出来都赤裸的，你知道吗？有穿衣服算不错了，什么都没带，钢弹吊单杠。这个买的是自己煮的吗？还是煮好的？就这个嘛。这是他自己煮的吗？对啊，自己煮，应该是这个啦。哦，哎呀，这很好煮啊。对啊，这装好的、啊。哎呦，好细致哦，蛮细致的呢。哦，这螃蟹嘛，我等一下加。看那边笑不懂，妈你专业一点，你帮观众解释一下。哇，好大盒哦。它很贵。
钢弹下历史小说的夏亚开的机型，夏亚，夏亚，红色，红色彗星，哦，三倍数，就这个，对，哦，要代交了、欸。他真的懂哎、欸，我随便问问他真的拿起来知道他是谁哎、欸。哦，这很重哎、欸，为什么、這個？是独角兽、啊。为什么要贵？因为它 NG EX， 我知道吃那个头痛药有 EX 的、啊，那是 EX 啊，加强版，加强版啊 ，EX 加强版。哎呦，创作者哎、欸，哦，哎、欸，阿呆快，手机还不拿出来扫？这个就是干嘛？你也认识啊？我不知道，但是日本那边有蛮多这种女生，然后模型玩家开频道组模型，比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在看他组模型吗？随便都比我们强，订阅数比我们多。废、啊、话，妈的！如果可以穿这样子，做什么应该都 OK 吧？做什么不重要嘛？做什么不重要？重点是你穿什么嘛？我已经看完了呢，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比较，除了刚刚那个钢弹的机器人以外。可是如果抽到一个奖回去还要自己组，他们会不会觉得很神奇？不然我去看一下一番赏有什么。哎、欸，我们就抽一套一赏出来，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抽掉就好。啊，我抽到龙，我就自己留着。哎、欸，我跟你讲，我刚刚去数了，他那个七龙珠的啊，还有77张票，抽一次260，总共要20000。他下面小奖塞超多的，那个有吗？50张。来了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来来来，哇，这个要处理一下，来来，你跑去哪里玩啊？就是晃来晃去啊。这个是我们的，可以讲吗？老板 OK 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还要防哦，防下。可是这些东西我都几乎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会开这个？就自己收藏的多。哦，你有收藏哦？你自己也在玩？我收藏超多哎、欸，真的、哦。嗯，之前九号基地那边展出来的收藏品都我的，这只也是啊，全世界只有3只啊。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这些东西啊？高中吧。哦，所以。这是你的兴趣哦、喔，嗯，看不出来你有这样的兴趣的。收集重机，收集女人，收集玩具，啊不，哎、欸，刚刚好像讲什么不该讲。我本来想说来这边会有看到一些，结果哎呀，早上都走了，早上都走了，你看你们睡那么晚。JKF 他们刚刚带一票来啊，然后 coser 圈也来了一票啊。不是，我们通常去酒店的时候不能太早去，对不对？因为漂亮比较晚上班，所以我习惯性都下午才。他们怎么来那么早？不是，他们今天来拍片，重要的就是开幕跟各个长官都在啊。哎、欸，现在已经在录了、哦，一直都在录啊，一直都在。但那刚刚这个可以讲吗？你有偶包吗？我没有。好，那就好了。我又不偶像，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今天你跟那个全场最大的 IP 魔人普屋。自己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公仔，本身就是个公仔，是不是？对 对, 對。我刚看那只龙超帅的，那是之前七龙珠的一番赏。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边，就是你抽之前先去神龙那边许愿，许愿，然后再来抽。我这个本身哈、喔、对公仔是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今天带我同事来，他可能比较宅一点啊。哎、欸，不会。现在这些都是 OL 的那个收藏，办公桌上的最爱。哦，办公桌的疗愈圣品。啊、这边这个是尽情的看盒玩吗？对，盲盒系列。盲盒，小小一个啊。对，大概200-300块，放在桌上也很可爱，造型又很独特。对，所以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东西。啊、哦。看他扶那个公仔的那个秋龙，摸马子都没那么温柔，是不是？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些就是台湾创作者本身的创作，這個、就是对不对？像这个就是台湾创作者本身的创作，然后他可能是以鳞片为主题啊、哦，鳞片，所有的东西都是以鳞片或者是古生物这样的角度去做，所以这一些都是他们自己创作创作出来的。对对对，然后像这个也是，这也是国内的创作啊，这是国内的，这是国内的创作，帅呀、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原型师江家庆他的创作，虽然讲这个比较肤浅一点，但是像这种大概它的价位，全球这个只发60只，然后它原本的价格大概在40000块上下，对，现在这一只大概在80000上，翻倍，所以你是40000。的时候买到了，我在原型的时候就拿了。对，这个也是全球很少的万代自己做的 3D 列印出来的合成模型。哦 ，3D 哦，这 3D 列印的，而且这是很早期的，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看它的线条还比较刚硬。那现在 3D 技术的时候会比较有那个柔和的线条，而且细部会做更多的改变。这个关节应该是不能动的。可以啊，手指都可以动的。有没有？手指都是可以动的，脚也可以，就对。脚也可以。现在这些比较可爱的模型，因为分色技术的进步，对，橡胶色书的那个技术的进步，所以这些东西很精密，然后也不太用喷色，
你直接做就很好看的。好了，我们可以挑选商品。我今天其实昨天半夜我才打扰他，我说因为我们中秋要抽奖，我要来这边买一些奖品回去给大家玩，观众朋友抽。对对对对，这个一番赏它都是有限定时间上去的。其实假设哈，你们是中秋要给大家抽奖，你可以整套买走。我们可以整套的，还是等一下要拼一下？等一下我们自己拼一下，拼一下七龙珠的。我觉得泰山那么衰，泰山挑过我们就不要挑，先叫他挑50张，然后我们挑50张以外，我觉得应该会中，好不好？好了，今天谢谢季宏兄哦。好，谢谢。我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挑礼物了，今天来打扰你。好，谢谢。好不好？因为我真的我已经看到好几样东西想买，我等一下就直接处理。好，你先忙啦，你先忙啦，谢谢谢谢谢谢。哎。再世鍵館貝車に食い抜い得よ。好，我们一人挑一样奖品，要不要？我要挑鲤鱼王，你知道为什么要挑鲤鱼王吗？以前刚开始在宝可梦的时候啊，我家那边我山下嘛有一条水沟，水沟会一直出鲤鱼王，半夜3-4点我跟我太太我就开着车就到那水沟旁边，两个在车上一直抓鲤鱼王，只抓鲤鱼王，因为那水沟狂出，我在那边狂抓，可以抓到等级很高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这个我的人生当中的一段回忆，所以我决定把这我要买这盒。太空战士的仙人掌人，仙人掌怪，哪里来的？FF 太空战士，我讲太空战士你也不知道，好的，这已经是已经有世代差了。我们还差20年好不好？那如果以娃娃来看，你觉得它可爱？可爱啊，对吧？对吧？好不好？1260，哎，这可以哦，要不要？恐龙化石要不要？对，自己装的。我干，这很硬哎。好了，恐龙啊，恐龙不错。寓教于乐，在家里放一个恐龙化石应该还蛮屌。啊，三个选好了，我们去抽一番赏。应该拼到 A 赏。买到 A 赏为止哦。买到 A 赏为止。试看看运气如何。那我们要怎么结账？先抽我们一样的吧。好，到最后一次结，一起结，抽到停为止再结。我们到旁边这边来。运气就是好，加油加油。你先挑，你挑过了我不要，快点。所以我碰过我都不行，抓一叠。好，你抓一叠。好，按、啊、你自己选啊。你要选哪一张？好，拿这张。好的，我剩一张。好，你先看。F 上。F 上。水壶。也是 F 上。两个 F。怎样？两个水壶。两个 F。你们两个衰人。哎、欸，这是刚泰山挑的，先放旁边。随便，你要超过你们。有没有？没有，没有。好，换泰山，快点呢，来啦！你也在这边呢。F 上，你要弄水壶干嘛？你又没在喝水。G。G 上 ，G 上这种透明的。哎 ，F G F F 哎 ，G 是比 F 差呢。H 上，看啊，哎，我妈哎。我们观众朋友有福了，你们有一堆水壶。泰国怎么样了？哎、欸，泰山从一而终，四个水壶哎、欸，看的是水壶，来啦，把水壶抽完啦，怎样？两个，我要抽两张。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F 都是 F， 那大家靠你。好。靠你了，爸爸。六，好，这把也 OK。看来很喜欢喝水啦。再抽啊，再抽。你看泰山现在他的那个态度已经有点放弃了。我想，恭喜今天最大的水壶商，泰山出现了。他在靠你了，我是真。哎、欸，你也放弃人生的感觉呢？你不看是什么呀？对啊，有了吧，该了。好、啊，对，对，这不要放回去，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己。哎，我就知道，阿呆最喜欢 B 了。那我们要抽到 A 吗？抽到 A 啊，对，抽到 A， 对啊。哎、欸，他最后那张真的不相信自己是正确，我就叫他不要相信自己。所以我跟你讲，他你就假装要撕，然后你就把它丢回去。假装你要撕了，骗过千子。对，你要骗过他。骗过千子，好强哦。对，你要骗他。假装，假哎、欸、假动作，然后换张。啊，对对对对对。哦。你不要拿到同一张哦。
一定进步了啦。去，要骗自己哦。好，我看你可能要骗二十次才好。有了有了有了！哎，真的骗了哎！谁说要骗二十次？真的骗哎！哎，这招有用是不是？是不是有用？你就算你多衰，哎，只剩下我没有抽到，怎么办？好了，我们都有了，我们还要。好了好了，抽 SP 了啦 ，A 都拿两只了，不抽 SP 怎么可以？那很难得。哎，好，所以可以停了吗？可以停了。三十四抽。四只公仔。所以这个结论告诉我们，好，下次去夹娃娃就好了。17个水。哎，我觉得我们这个 A 赏我们留一只，他剩下的就把它拿出来抽。对啊，因为有两只 A 赏，留一只悟空。哎，我是不是进了贼船啊？难嘞、欸！去拍一下，去拍一下。帮我拍手机动态。我刚看泰山都快跟着跳了哦，来得就差，我的老尾啊已经无法度蹦迪啊，你知无？砰砰砰，我真正心中用，像心中边有咩压起来？我来讲，那今天我们这个采购到了无数的小奖，十七个水壶，无数的小奖，还有资料夹哈、哦，所以小奖的部分应该不用担心了。小奖你知无啦？知啦。哎啦，奖公赢囝了一个小。好，因为我们刚刚决定了，大奖就是 Switch。好不好？一台不够，我们就买两台。但是今天预算花的差不多了，我可能会准备一台而已，已经分掉20000了。希望跟我们买车的客人哈，今年的中秋有这个好的奖品可以抽到。好，跟我们不要跟我们一样晒哈，抽到水壶哦哈。好，走。我们要去哪？我们这开个长效，说一下我们要干嘛、啊？替各位谋福利。现在要去哪？三创。最主要要买什么？清单都开好了。对啊，什么按摩枪啊？按摩枪。像蛮炫的、欸，用荧幕看只是看比较清楚，图案是什么？对啊，买一个这个好了。这个我自己有想过，这可以放自己的图案吗？可以耶。对啊，我们可以放那个黑人 logo， 他们下次去公车就背这个。好，买一个、啊，买两个、啊，一个送，一个自家用。买一个这个送大家，自己来抽。这个啦，买这个好了，这比较可爱。这两个，买两个。好、啊，就这样。6940。我们已经喷了一个7000，没关系了，太够了。我现在烦恼是没有钱，没有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带了多少钱，要花完了、哦，花完才能回家，对不对？对啊，看高兴的手都在抖。好了，看看头奖，看到头奖。其实我们奖好像都不错哎。我们应该不用买杯子了吧？不用了，我们有很多杯子啊。不要忘记了。Switch 在哪？这个在柜台啊。两台丹麦的，然后一台 Light， 一台 Light。Light 的话，我们现在是看现场颜色。蓝色的好了。蓝色的。嗯。今天给你，它是我的。这么快？怎么不然？这么快就处理完了？哇，你好像暴发户哦。好爽，这样买是还蛮像暴发户的，可惜不是买自己的。哎、欸，这个好了啦，这 CP 值比较高一点，这一台才1024，买个三台。好啊，那你要什么车？西纳、拉法拉利、Aventador， 还是你要七龙，还是 P1？ 不要，我要西纳，我要西纳 ，Aventador， 拉法，好，三个如何？还是？还说这个，干这遥控车哎、欸，遥控车，
买这个。这个有特价是999。九九九。这台也是999。这台999，要不要再买一本？现在总共多少？现在总共是3438。耶！我把我的阿扁他都救回来了，好爽哦！我自己好想要。我们后来决定拿这个两个颜色，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哦，买一台这个，造福一下，造福一下女性观众，橘色、蓝色的客户，我们的客户，选一个这个，对，对。我听声音听出来了。哦，这你听得出来？听得出来。没有，还有这个泰山的。哇，你又被认出来了。要不要？要不要买一台这个？很酷，好不好？自动烤肉机。反正你们都不能出门的嘛，在家里自己烤肉，这很适合那个孤单老人使用。你要自己开一个，然后这边坐在那边自己烤肉，自己烤，很适合我。好了，买一个这个好了。好了，一台这个。莫名其妙中。好，这三个打气机可以打车子的吗？有啊，怎么样？车子、篮球、机车、脚踏车。为什么只有篮球？棒球不行啊，棒球不行。哦，好了，最后我要去看我的头文字 D 了。我自己想看的。你可以买这个，那个地垫可以送吗？好，地垫可以送啊。嗯。我们剩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剩多少钱？4000多块，3600，我来吃就好。不吃了。帽子，要送的这个吧。嗯，多送一个绿。好，就这个了。好，就这样，剩下就是他个，剩下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自己的。哦。耶，买完了，这是我自己的。终于买完了，靠背重，你看。最重的是那个烤肉神器，可不是、欸，我不是吗？最重的是那三个打气机，好不好？不是哦，这三个打气机靠背重，不要重很小。我突然有点累，我可以下班了。我不知道买东西也是这么贵，这么累，真这样，好惨。花很快，其实别人的钱最好花。哎呦，买完东西就太高兴了。是你高兴吗？我高兴啊，我想来很久了。购物车啊？为什么我是开这台车来购物啊？但这样才显得气派啊。再次鍵館。はい、車に食いに。得よ。はい。这个脏脏的汪汪、哦、看一天少一天的汪汪，祝大家中秋节佳节愉快。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它这个车子的温度计不一定准，那看它感应器设在哪里啊？你都设在哪里？设在哪？设在肚子上。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回答。刚才我跟你讲，最近写老舍的歌都要讲怎么，都要想怎么呛人啊、哦、比如说哦，好吧，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喜欢叫哥哥怎样？有没有？先不要叫我哥。好不好？我爸还没干过你妈嘞！你知道妈的一个学校里面哪一个班级最狠啊？打力班，终极一班算什么？妈的，打力班最狠的、啊。